第11个动作，刀剪芙蓉。两个手呈剪刀手，两个手与小臂交叉在一起，力量是在左部这个地方往里面中间夹紧手，同时啊，力量稍微往前送一点点，前头的高度跟下巴一样高，左部离你的胸口一个前头的距离。两个左部夹紧放在中线，第12个动作，利刀削足。两个手由前变掌，左手往前打，右手往后拉，左手的手腕对着中线，高度在胸口的高度，掌心朝下，右手放在腰的旁边，掌心朝上。第13个动作，利刀削足。右手变成半圆形往前打，左手往回拉，右手的腕关节对着中线，手高度跟胸口一样高，右手拉回放在腰的旁边。第14个动作，将筋单剑。左手往前打，右手往后拉，左手掌心朝下，右手掌心朝上，手的力量用腰带动肩膀，带动肘部，所有力量发到指尖。第15个动作，将筋单剑。将筋单剑，左手往回拉，右手往前打，右手跟肩膀一样高，左手放在腰的旁边，左手掌心朝上，右手掌心朝下。第16个动作，狮子开口。右手往回收，左手往前推，同时两个手变成鹤爪。进来以后，右手放在右脚的上方，左手放在右手的上方，两个手的距离中间离两个手指头的距离，变成狮子开口，右脚往回收1/3，脚尖点地成白鹤犄角。第17个动作，将筋挂印。左手变成拳头，右手变成掌，往回转回来，从胸口推出去，这个点跟这个点，两个手都要与肩膀一样高，中间形成一个圆。左手拳头前心朝前面，右手用掌，掌心放在左手前背后面。
第十八个动作，两心坠地。两个手变成鹤爪，脚同时收回变成平行马，手掌心朝上收回到腰的旁边，掌心朝下往下压，两个手臂夹紧腰的两边。将筋挂印，两心坠地，孩儿捧花，坐觉朝阳，将筋双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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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觉朝阳，癫痫出现，刀剪芙蓉。利刀削足，利刀削足，将军单剑，将军单剑，狮子开口，将军挂印，两心坠地，经过多年传承，咏春白鹤拳不但是当地响亮的名片，也给咏春和海外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。如今作为华人社会喜爱的武术健身运动之一，咏春白鹤拳走进了千家万户，为一带一路国家政策做出了贡献。